针对最近这个梅雨季结束之后有这个死鱼现象哦，那环保局今天在6月18号来现场做采样的部分，那现场采样结果水质已经恢复稳定到DO 溶氧是5左右，所以这个水质已经比较稳定了。那环保局会持续去溯源啊，那这个我们认为可能的来源包括了鸟嘴潭的工程，还有我们这个附近这个掩埋堆置区的这个堆置垃圾所造成，那我们会持续溯源，然后尽量维护附近的水质安全。好，我们就进一步到了这个死鱼取水口的这个取水口的地方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取水口上哦，大概就是有鸟嘴潭啊在流经我们的垃圾掩埋堆置面这个部分哦，可能会造成这个污染的来源。那针对这个掩埋槽堆置面呢，我们环保局在今年4月已经跟草屯开始启动打包，预计在2年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垃圾山给移除。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减少杂水跟废污水的收集的强化，我相信我们会减少这个掩埋面对这个水质的影响。那我们也会发文请这个水利署一定要加强整个鸟嘴潭工具的这个废水的维持跟收集，不要污染我们的水质。